我们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一切必要行动，针对的是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那绝非针对台湾同胞。报告厅长，收紧通报，两栋楼摇平，水平目标向我发射导弹。军近期在台海及附近海域组织实施一系列反制行动，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我们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一切必要行动，针对的是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那绝非针对台湾同胞。广大的台湾同胞应当进一步地认识到台独挑衅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台海和平稳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认清利和害，分清是与非，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和我们一道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